如果封王的话。都打进来了，大致上就已经算是 KO 了啊、哦。对，哇，这一拳真的是重啊，四分必须要满贯炮才可以追平呢。这真的是压垮了米狗的最后一根，不是稻草啊，是一只重量级的二垒安打。应该要换投手了啊、哦。林家伟也是够辛苦的，够累的啦。虽然上个半局用双杀化解了危机了，但这个半局轮到狮队的一二三棒了，都敲出安打。哇，两个跑者都回家了，回到本垒温暖的老家。林家伟真的也是非常的辛苦啦，这时候退场休息了，要换。